3月19日，21世纪福斯发文确认被迪士尼正式收购，具体将于北京时间3月20日中午12:02完成交易。据悉，迪士尼以713亿美元完成此次收购。随后，死侍系列的扮演者瑞安·雷诺兹晒出一张头戴米老鼠帽子的死侍，庆祝加盟迪士尼的第一天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